多少遍了，脱了鞋顺手就把它放好。合同上写得很清楚，收拾鞋柜是你的事儿，我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行，王志杰，有你的。就吃方便面啊？不是，你还想吃什么？想吃什么自己弄去。那合同里可写着呢啊，晚饭归你做。没错呀，那哪个国家规定这方便面不能当晚餐呢？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。那特种部队还生吃老鼠呢。反正晚饭我是做了。吃还是不吃，随你便。别忘了把碗洗了。家务劳动分配合同，做饭由刘海燕负责，刷碗由王志坚负责。刘海燕，你可真行啊！啊，就做这么一个方便面啊，你这用了这么多锅碗瓢盆啊，就为了让我多干活？怎么样？找谁？送餐。送什么餐呢？错了错了。哎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是煲仔饭吗？对，煲仔饭。来来来，26.8，拿好了啊！谢谢你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哦，你叫的餐呢？哎呀。Thank you.